头，我的字典没有半个 no。 此类部分让人难以忍受，黑白不明，你想搞些什么？黑压压人群紧握着他的拳头，看我到底何时要出手。I want more。谁准备突破重围，聚合我所有勇气，冲破极限，超越自我，传说就要再次出现。我的嘴巴喷出了血沫，我这个无名小卒绝不低头，就算再累也要拼到最后，谁能了解我的心里渴求？英雄就没有人可说，等待像变色龙让我猜不透，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，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。时间它一分一秒不断考验着我，折磨大脑那汗水准备突破重围，聚合我所有勇气，冲破极限，超越自我，传说就要再次出现。我知道恶人王优雅鱼绝对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，所以我知道你是为你弟弟顶罪的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，不用你管。都快开学了，每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去上学，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讨回公道，再回学校读书吗？行行出状元，我就不相信我优雅鱼不念书会过不了我。你可以不读书，除非你非常有学识，可是如果你只是因为自己的面子问题而不读书的话，你只是一只怕失败的缩头乌龟。我是文盲，我是缩头乌龟，别跟我讲道理，我不懂。优雅鱼，你真的不理我了吗？观众午安，欢迎收听本节的午间新闻。今天在西街发生了一宗惨案，16岁少女与男朋友花生争执，可恶男朋友毫不解温柔，脾气似蛮牛，少女欲眼泪流，流落在街头。据报，该名少女是一位脾气暴烈之恶人，若不及时制止的话，可能会酿成社会极大的灾难，造成不可磨灭的伤痕。新闻快报，新闻快报，在203基地即将发生一宗灭门惨案，起因是因为三名青少年好管闲事、无聊、胡闹。我是不是真的很难相处？很凶，很讨人厌。哇，雅鱼，你终于觉悟了。你真的愿意听我们劝你吗？你们知道的，打架我很在行，但是……对，说到女孩子，你得称我为老大。哎，真的，他讲的有道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女孩子简单，有这个包女孩子破涕为笑。哇，有这个就行了。万事万灵，去吧。赶快去吧，他应该还在巴士站。走走走走了啦！雅玉，你是我们的大情人。嘿嘿，白痴啊！哇塞，雅玉居然会脸红哎！而且我成功的把他脸红的照片拍下来喽！拍下拍下！白痴。有道光印在你脸上，是他送的吧，戒指上的光闪闪呀，好亮好亮，只是我在无意之间看你眼角泛着泪。不要走，干嘛啊你，只有你会笑，烂人。你没说实话，什么都会，你不要再骂了嘛，别人骂我是烂人、乌龟，我
我当他们是神经病，但你不可以这样说。为什么？你的好他已经不，我会当成是真的。他已把你推出旧相框，亲爱的情人呀，你笑我像个傻瓜，你比我傻。我不是有心的啦，不过你说话也不饶人啊。对不起。喜欢一个人不用对方说对不起。那我不跟你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那是什么啊？送给你。送给我干嘛？大贝说，女生见到这个就会破涕为笑。这招对我来讲不管用，你不要以为送给我一只臭宝宝就可以欺负我。谁不知道你是灭绝师太？你说什么？我不会欺负你的，因为我觉得欺负你就等于欺负我自己。亲爱的情人呀，把戒指快点收下，别再想他。你忍住泪却不肯回答。我知道唯一的难题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注定是有缘的？我知道你爸爸是我的大恩人。那我们以后不要吵架了。那又不成，不吵架的话就太闷了。嗯，也对，不跟你吵架的话我会不开心的。哇塞，你怎么又咬人了？谁叫你是我男朋友啊？男朋友？这叫法蛮怪的。是吗？那我让你习惯习惯。尤雅鱼是蓝玉玲的男朋友。喂喂喂，你这样叫我以后还要见人。喂，到家了。到了啦。快点进去吧。先走。我要看着你进去我才走。为什么不是我看着你离开我才走呢？你敢不听话？留意你的态度哦，我可是你恩人的女儿哦。好男不跟女斗。快点进去吧。我还有话没有说啊。今天一整个下午呢，已经唠唠叨叨的说了一整天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的，伯父伯母，爸爸妈妈，回来了，进来坐吧。哎，他们欢迎你，我们赶快进去了。打扰了。伯父，上一次是我太冒失了，对不起。冒失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请你原谅。大人的特长就是宽容。哎，恩人王，爸爸他已经原谅你了呢。谢谢伯父。其实啊，爸爸他一向很欣赏你的，像我之前不是讨厌你吗？他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哦。小林，你爱讲话要检点。伯父伯母，我想跟蓝玉璃交往，请你们准许。小林，跟妈走。妈怎么了？妈，妈好了。妈。伯父，我对蓝玉璃是十分认真的。不用说了。总之，我反对。为什么？尤雅鱼，我问你，蓝玉璃是什么？
什么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高中生，他在一个很正面、很正常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。我再问你，优雅鱼是什么？一个很不平凡的男孩子，出生西街，背景复杂，一个被勒令退学、打散工的混混，社会的残渣。我再帮你问下去，蓝玉玲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她的学业成绩好，参与很多的课外活动，是一个优秀的学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然后你再问，尤雅瑜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子？答案是，他什么都不是，读书不成，是个社会低层人物，前途一片黑暗。严格说起来，他只是一堆垃圾。你严重了。你会再问，你知道你跟他的距离有多大吗？答案是，天与地。你明白就好。伯父，我尤雅瑜不懂得说好听的话，不过我会以行动证明，这次你错了。今晚打扰了。灭绝师太，好好准备开学吧，不要再跟爸妈顶嘴。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们最终一定可以在一起。我知道了。